本场对局是由斗谷的监护者对阵 S-Rock 的求生者，由主播慵懒兔潘大帅解说童话，为大家带来 CO4 全球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看一下是直接这个充电不太好，双十一出生木屋的人可以直接拉点北离的前锋啊，这是使徒其中一个不想面对的人之一啊。是的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，他带的是一个这个猫直接精准预判，咬到了，有快财，有快财，是的，有快财，这边想骗一下北离的红光，但是感觉是没有骗到。哎，这边等一手骗过来，好的，没有，对，因为他不会去贴窗户的，对，天赋方面的话，风窗挽留是带了狙击狂和擦刀，是的。那看一下前面这边的话，不是一个猫，虽然咬到了，但是没有逼掉球啊。这里的话再放一只猫，看看要不要用球躲猫，还是咬到之后再说。咬到之后应该是再考虑拉一波吧。是的，这里的话不着急，这块板子一定要至少踩一块，然后直接拉球。这边拉了一波球。对，这边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猫废掉。是的，直接炸毛掉掉。换人，但是脸上是一个失效药，传送现在是好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想法。传送那边是尖家的调酒师，但是他是有先知的，对呀、啊，这个猫没有咬到，果然直接掉过来，跳那个板子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追节奏好烈呀！对，而且本身他那个抗晕能力又不是那么的强，对，他这把还没有带任何的抗晕天赋啊，我的天哪！没错，那前面的话还需要一只猫啊，这个局已经很难了。是的，必须要四抓，他需要求生者这边给到一个大机会才有可能。对，这里先把板子处理掉，然后两块板处理掉之后再跳，倒是也来得及，但是再炸掉，一刀不让你，但是有鸟啊，用不了久。虽然说沉默了，但是有鸟。对，而且再加上大船的这个地形，对，不是很好拿刀的这个地方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鸟还是可以续得上的。嗯，是可以的。哎呦，这个猫能没有拦到，没能成功。对，但是距离依然是拉近了点。但没有用啊，这只鸟可以强行顶的。对，这边知道是传送的话，鸟应该是已经在看了，直接给了。那这样，这个鸟可以续得上，然后翻个交个翻板加速，前面回满的状态，一切都跟一开始的时候一样的。前面再给到一刀，这个猫的跳还没有用，要求东玄有一个十分完美的跳。还行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已经算是一条直线了。没错。那这边一个加速走，拉开你猫的一个标记范围，进入前面的一个板区，这边抽刀下来，哇，这剑家这一波的调酒四台了呀，对，零失误没有给到任何机会，这边见到了，天哪，那这波上大团了，不好追了呀，交出了一个窗台加速，这边想把剑家上大了，前面直接猫让他沉默一波，前面应该是要进行一波，还要有一个板子，哎，还有隧道带走，但是这波场上密码机的话已经四台走，这个人我们不救了，不救了，不救了，你这密码机再烧两台我都不救了，绝对不能救了。调酒师很给力，你就在天上看着我们吧。是的，那这里的话还差最后一台密码机，可以过来佣兵在这边卡，对，压一手耳鸣就可以了，就没有必要。他这个佣兵这个搏命完全可以留到开门战，你半夜就给自己兜个底都可以了。是是是是没错，是的，是的。甚至更稳一点，他们可以两个人分开修两台，然后佣兵压着。对，这样的话你就算传过去也没有关系。对，那逍遥这边的话还是确实是没有打算过来救。对，现在我觉得对于东泉来说的话，他哎直接传送了，堵了。这边是等过半之后直接传，因为现在这个节奏就要求他打的必须。拼顶出去打才可以，但是我这边一个一刀，哎呀，这里的话又是一个失误，这个猫没有咬到，要拉回来跳，北京不敢翻了，直接给到一刀。这里的话石耀耀也是过半把尖家救了下来，是，但靠了一个搏命，但是因为手里只有一个传送，所以说导致他现在只能再去追北京这个节奏。对，是的，先知已经早早的溜上船开始修最后一台地，没错，北京这边感觉是一个双弹射的前锋啊，看前面的话。
一个猫，如果咬到的话就可以打。哎呦，短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、哎、可以。对，位移距离是够的。那再换挂北离的话也其实无所谓的，因为外面打击新开起来也快了。是，对对。那这波的话，这个人他没有传送了，这台密码其实已经管不住，就算走过去，其实密码机也是可以强行点开了。其实现在最稳妥的是什么？肩胛贴这个门，然后是要贴那个门。对，但是就开这边接被看到了。打到一刀，张波不是可人。逼救，但密码机其实是已经压好了，已经压好了，已经压好了。这里的话还把猫交了出去，开门站留人的能力也没有了。这里的话一个 A N A， 这密码机不着急开，因为是。直接亮，对，等晕结束，等晕结束以后，对，不想跟你去再去让你拖出一个传送的时间，这边直接亮走一个就可以。是的，前面的话，佣兵上大船，肩胛那边的话，大门已经快点完了呀。这边即使留下吃香了的佣兵，佣兵用的怎么样？这个给的传送的时间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呀！最后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门已经开了。哇，这随着肩胛的出门，应该可以先提前过时 ，XO 可以拿下胜利，看一下东城有没有机会再多争取。应该是没有，没有办法了。这把肩胛的牵制确实也是牵制到位了，真的。这套阵容的一个上限被打出来了，我先支配调酒的一个牵制能力体现出来了，求生者的一个扎实程度也体现出来了。